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VIP Station 名人站，我是 Maggie 啊。今次想为大家介绍一款 Hermes 里面比较特别的手包，它是用 Alpha Color 皮造成，而且做了拼皮的效果。因为它用了这个皮造成，所以就会比较软身，拎起上来都舒服一点。而且它用了火焰橙加中国红，呈现了 H 字的效果。打开内层就一格过的，那它空间感都不错的。而且它最后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暗格位，其实这个小小的暗格位足以放到大手机的。咁放咗大手机之后，咁你前面挤下卡包啊、锁匙、化妆品都绝对冇问题啦，因为佢有翻特定嘅厚度。咁佢呢个款式咧都特意做翻个 H 字喺前边，咁就一望就知道佢系 Hermes 啦。而且佢拎起上嚟都好型格嘅，仲出过好多唔同嘅颜色俾大家选择添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， 再唔系直接落嚟尖沙咀门市睇下都可以嘅，因为门市里边而家都会有个橙色可以俾大家睇下噶。希望大家睇完我嘅短片之后中意啦，拜拜。Thank you.